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绿色食品。对，你还有几个什么端？把那颗倒了。来，我来倒这。没事吧？看一下，看到刺吗？这两个应该是刺，是的，是的，回去要挑一下，一定要把帽子给戴好，太危险了。是，帽子我戴着了，然后头往上面一扬，然后帽子就直接这样掉了，刚好一个刺球，一下子飞过来。拉个揪了。啊，到了耳朵了。耳朵干啥一阵？好了，我去剪一点吧，我去把地上剪了。我也来剪一剪。我想看这个，都炸开了，看见没？对呀、啊。走吧，这有的都已经炸开了。对呀、啊，随便一拨就开。这炸开了，这是红的蛋。哎，这个红蛋，要不我等一下做成那个糖炒板栗行不行？可以啊。这红壳的里面的皮不好剥，完了好剥皮的，我们等一下做成那个什么板栗，用板栗做成板栗饼。可以，那细心的对啊，早点做吧，等到放学回来就可以吃了。抓紧时间。什么零食、啊？糖炒板栗。哦，我先让你拿点吃的吧。嗯，去吧。类似，你的饼干吗？也是新搞出那种的。板栗饼。哦，板栗饼啊。嗯。板栗我擀成饼的。嗯，老简单了。
我们起个班子看。好。那还是差不多。嗯。一碗饭。嗯。好嫩啊。嗯。嗯。好浓的牛板面。嗯。好干好粉的。我们这边的板面就是粉糯香甜吗？嗯。口感好吃。好吃吗？丝瓜也可以多吃一点。这个是大家的绿色食品，让我们自己菜园子里面种的。哎，菜园子里面还有几个没摘的？我上次就摘了几个，好像还有一些。还有好多哈。嗯。它这边有个好大的冬瓜。哪一个冬瓜？还有啊。真冬瓜。冬瓜。嗯。啊，冬瓜是鱼。那个。嗯。这个。两个。工资盖过这个地方一个。啊嘛，两个。还有多少？